干旱带走了我的食粮、精力与希望，我已经没什么可以给你的了。年老体弱的农夫对着收获之月喃喃低语：“你错了，我最钟爱的生灵。”明亮的天体回答道：“你千载难逢的能力，即将改变数千个诅咒灵魂的命运。”沐浴在月光中的土地回报了老人奉献了一生的辛勤劳作和拳拳爱意，赐予他一个温柔的终局和一片安息之地。一具脆弱肉体的形态和存在消散了，把前路让给了一股生机勃勃而又无比强大的宇宙之力。而他听到了召唤，他知道自己必须去往何方。因为这就是属于他的道，而他也认定了自己的承载者。因为只有最勇敢纯粹的心，才能听见那永生中万千呼号的悲哀，一举击溃邪恶之力。Thank you.
Thank you.